我决定 F6 开。比如，Some choose steel, others bullets. Why not both? 派克死了。啊！我的人头。打他的野，哇哦，爆炸兄弟们，完全炸裂兄弟们，我炸裂，我没有斩杀技能，这包女有斩杀技能，我天哪！我们开出师不利呀、啊，我们的开局出师不利，给我打个红，行。我操，这打野有点伤了的。薛威是有点伤啊、哦。我决定打个蓝，然后去打蟹去。我们不能再在这儿打着蛤蟆了，这蛤蟆再打我要打死了。我们秀一波蓝 buff。应该出个护符好了，没事，我先打个气，这样我们的血就不会很少了。然后我上去抓一手老鳖，我打他个鸡，因为我全是 AOE 嘛。我看一眼啊，我看一眼这包女上哪去了？包女据我的推断应该是搁这儿呢，但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过她。来来来来，我们中路抓一波妖精，上上上！这一瞅这就是真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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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抓妖精抓妖精抓妖精，我单杀兄弟，原来你只是缺少点勇气。这人行啊，啊，这人行啊。其实这英雄连击挺好打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只需要一扣接 W 就可以把连击打到 B， 并没有那么难，很简单的其实。这不送人头了吗？这，比如。蓝惩戒吧，蓝惩戒。People always ask about my weapons. Right hand blaze, left hand sword. Vanquish on the back. 给他一个小银头，问题不大。
带护符的好多了，开局带错野了，你知道吧？开局带错打野刀了，带护符的打鸟的就舒服多了，打个大鸟。这小王八，俺俩可以试试看呢。我看能穿墙不啊？原来可以。我就说嘛，这种英雄应该可以穿墙的，奎因都能穿墙，他凭啥不能穿呢？把这小王八给我杀了。给我一刀砍了他的龟头。猴应该吞线挺费劲的，我们帮他推一波。可以去下路啊，把红打了。呀、这包女儿把龙打了。打野的话就用近战打野吧。近战打野能打得再疼一点，你知道吧？走，俺们看看这小王八怎么回事？要杀猴子？换了吧，换了。我是远程英雄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呢？我是远程英雄。你这包女儿啥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人了？我这一看呢。一换一不应该呀 ，W 开慢了，哎，这波 W 没开好，这波 W 属实没开好，真的开好了应该是能给他打死的。嗯，出个啥皮孩呢？来个三速孩吧。这波你死了，我来中路帮你吃个线吧。这腰筋打人有这么疼吗？这兄弟，你杀人，我吃线儿，好吧？他说把我蓝打了啊，没打，没打就好，没打咱就不害怕。哎，
谢呢？谢咋了？打野稍微有点伤，说实话，这个打野有点伤啊。而且这把对面有个王八，俺们家是全 AD 啊，火蓝，我得把这火蓝养起来，咱得去杀这个下路了，得去多去下路，多往中下走。这个小王八咱就不杀了。小龙马上刷。我需要有控制的英雄呗。这不好杀，小龙。哎，先打人。这他妈都没死的，这不完了吗？这差一点点，这妖精没死掉。哎呦，这妖精谁给加了个血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穿甲流，这出幽梦吧呢？这把阵容不太好。这对面玩的就是挺有章法的，你们发现没？这包女儿，尤其是这包女儿，我来趟下路。可以打，来，可以打，我来了。哦呦！我操，我不放白不放啊，我这反正也不要钱，三秒一个，我干啥不放啊？我清兵我都开心，我都香。这英雄指定被削，你看着吧，除了就被削。刚才那个 Q 没打出来，那个 Q 打出来我应该能放大，没打中他。出个幽梦，这把呀，这把咱来一个月印之风吧，怎么样？月印之风，
这上路跟这王八玩的挺开心呢，我们得去会会这个小王八了。呀，按错了，哎呀，猴哥，猴哥，我到了，猴哥。我怎么死的？我被点烟点死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妈！反甲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被王八给点烟了，这绝对是点烟点死的。刚其实这都没玩好，这都操作都不对劲儿啊，这都没操作好。正常一 Q 上去开 W 转一下，一个 Q 就直接解大。这一块钱我有点受不了啊，这。他这 W 技能其实。不是那么特别好用，你知道吗？他用的时候他不能用平 A， 哎，有点疼，有点疼！哎，这波有点嚣张了，这其实不应该上的，这有点傻逼了，把自己当刺客了，那不行。这波要是猴上的还好，俺们就别往上上了。这波上去要能直接就放大，我就无敌了。这波上去要直接就能放大，我就全收。放不出来，我们就拉。没 W 技能，有 W 技能这波就全杀了。这 AUE 我跟你们说老猛了，这还是穿甲的。我说你这有点过分了，稍微有点。我怎么死的？先杀妖精啊！别杀王八了，那王八多肉啊！没意义吗？再 A 一下！我的天哪！一 Q W 转接一个 Q 接大，这个样子。别怕别怕别怕，这个王八可以杀，还打上红了，给你牛的，你瞅瞅，给你牛的，你看看，给你牛的。兄弟们，打死他！这还打不死？嗯，来个夜印之风。
这英雄不行，容错率太低了。那你告诉告诉我，一个1700滴血的 ADC 要啥容错率啊？还要自行车呗？还得要自行车了现在。 压的是 ADC 呀、啊，这又没位移。再说我这没出 ADC 装备，你愣让我在这玩穿甲的，我能咋整啊？刚又没玩好。 感觉刚才这个肉身开团应该能开起来，走，把这王八杀了，找这王八来，小王八，你给我死，砍头！ 小龙，兄弟们，来小黑切了，该小龙了，这波风龙我给他拿下。 来，这条小风龙咱给它拿了。哎，我操！我这波没 W。 来吃狗屎，打小龙！你想杀我？差点意思啊！哎，小龙，小龙打完，咱可以打大了。 怎么的一个小王八还想带线了呗？现在，别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是真的，没大的吧？ 兄弟们，这波差点意思了，先把这乌龟王八蛋杀了吧 ，Q 他！哎，行，这死的人有点多呀，这走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撤了。哎呦，给大，哇塞！ 不烂的肯定不卡，不烂的 ，MS 多少？不烂的肯定不卡，不烂的撇技能撇的都这特别准。
我打个红的，你看不烂的，一看就是搁国外呢。我操，大龙没了，不会吧？哎呦，这太难受了，大龙没了。他家死了这么多人，还敢打大龙啊？这我是没想到的。我们家确实得要几个黑切了，黑色切割者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。我回家出黑切，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几个人？哎，这怎么有个人呢？刚才我看，我一蛤蟆，我怕我一不过去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害怕我一蛤蟆一不回去。全给我挡住呀，这有点疼，惩戒比如别打他啊，就比如他就完事了，慢慢比如。代表可以回家了，我还需要一个啥呢？我这穿甲流，我是不需要一个春哥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春哥。这炮车挺烦人的，撤，后撤。这 W 技能要是 CD 再能短一点就好了。彪，这都没彪打，哎，玩个鸡爬毛，我气死了，我这都没彪着他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他死了吗？派克给口肉吃啊，兄弟们啊。小龙吧，哎，这有个王八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，好，小龙了呀，这。这我自己打着龙，说句实话啊，我有点慌。好大，先打龙。先杀妖精，好。What?兄弟们，跟我冲！这个小包女，给我咬死了！哎，来个春哥。
呀，不对呀，我得要个死亡之舞，我才想起来这身装备。那我这玩意儿那就没用了呀！我把这个打野刀卖了一会儿，我把它换个死亡之舞。这个英雄能不能出血手？你这就相当于问包女跟杰斯能不能出血手一样，你说能出不？行。Life simple. Take the shot or lose the chance. 别撸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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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干起来了。太鸡巴帅了！叮，这卡的，这给我卡的。我叮了吧？是不我叮了？我叮，你们也听见了吧？你们应该也能明白这种想钉没钉出来的感觉。我摁钉了，但是它没出来，确实是卡了。这玩意儿能卖了钱不？2600，差1000块钱，差1000块钱死亡之舞。哎呦，我刚才那波大招太晒了，我刚才那波大招，哎呦，我刚才那波大招进人群直接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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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晒的液体。这腰筋打我可顶痛啊！脱节了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他们抢不到龙，放心，我在这儿呢。我就再卡，我950滴血，我还是能给他打掉的。说实话，快点，这小王八让我突突死他！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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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！艾宾，打个小龙。没突出来，哎呀，我操！突不出来呀，有点难受啊。走，把小龙打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哼，没想到吧？啊？我这 W 技能神技。
时候该撤了吧？要我说，这能一波吗？费点劲吧，来，溜了溜了溜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兄弟们，打跳打个打个红，红马上刷了，没啥人来呀，走回家，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，把这村哥换了，把这村哥给他换个这玩意儿了。然后把这玩意儿给他换个这玩意儿了，想出个影魔刀，但是差点钱。影魔刀多少钱呢？3250。哎呀，差点，差点意思。这腰筋打我有点疼。给红给个小黄毛啊，我们去把上路一塔拆了吧，这怎么回事，这上路一塔还没掉呢啊，打这么长时间了一塔还没拔掉呢，不买药水吗？我留着钱，我把那钱 出个那个那叫啥玩意儿了，我惩戒不要了，打野刀不要了，钱应该够了吧，哎，这英雄 W 的时候不能放技能，设计的不太合理哈。我来了猴，我来了猴，坚持住猴哥，这还不死啊，这妖精不回来，这妖精儿，我们从一零条龙一直追到三条龙，哎呦我天哪，这把打了40分钟，拆基地，小王八，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，我这大招可太猛了，我这不算平 A 伤害，这大招，这大招不是平 A， 属于技能伤害，但是它能吸血，跟奥比亚马那个大差不多，这还刮痧呀，啊，这不刮痧了，这已经不刮痧了，来个小抽奖啊，来个，现在是5点钟了啊，来个500块现金红包，想参与可以参与。